不跟喜剧剧场。哎，阿姨你好，我是糖糖，我妈妈准备带我去淄博试烧烤了，她怕她自己吃起来找不到我了，不仅让我问问你，咱们那边有没有帮忙带孩子的？我妈妈还说了，这身高185，有8块你附近的小哥哥才可以哟。如果有，就联系我妈妈。如果没有，我一会儿再来问一下。我是山东潍坊的，我是山东临沂的，我是山东济宁的。我们先排队。好的。于轮到我们进场了。总共198，给我190吧，哪位结下账？喂。小朋友，你真有钱。还没花我的钱呢。就你能耐。都投了我的4000。阿姨，现在玉米多少钱呀？我20块钱。爸爸，阿姨，跟你一样，永远是吧？谢谢，你太会说了，宝贝，你刚放学就来买吃的呀，真能干啊！我一直给妈妈做好吃的，谢谢就给妈妈吃，早上就给老婆吃。呀，你们回来了，怎么买了这么多呀？这个这么顺口，你不说还想吃啊？你不来吃来着，在家给你做。还有连续的烤玉米哦。好啊，那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来尝一个。好嘞，谢谢。妈妈，谢谢，谢谢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呀，宝贝？谢谢我妹妹呀，就把妈妈宠了吧，只要妈妈养得好，日子过得顺溜吧。吃，好。姑姑帮我拿一杯鸡柳。好的，小帅哥，我们刚出来的炸鸡，你要不要尝一下？叔叔，您不是刚带来我走吗？我们刚出来的炸鸡，你要不要尝一下？不是这一句，是上一句。那是小帅哥。好嘞，小帅哥。小帅哥，我们还出来的鸡腿要不要来两个？来两个。小帅哥，我们还有刚出锅的鸡腿肉串，要不要？来两个。我们又来个香鸡串，给我来一个。叔叔，这个我就没有钱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如果你长得这么帅，有女朋友了吗？我都结婚了。快吃了，走吧。